如果一个小孩子在12岁之前有接触过钓鱼这个经历，那么他长大之后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钓鱼人，他的比例是80%。我们这个鱼米之乡这个地方唯一多的就是鱼跟虾，那事实上当时小时候钓鱼呢，纯粹为了是这个吃这个鱼，有个荤菜能吃。那时候学校放假了之后，我也会抓了很多鱼，但是家里面肯定吃不掉，那怎么办呢？可以把这个鱼卖掉，卖掉了换点零钱，换点零钱呢可以卖电棒冰啊，自己吃吃啊，也可以补贴一下家用。事实上我经常让我儿子去参加户外活动呢，其实呢有一次开家长会，我也触动蛮大的。晚上我儿子睡不着，那我就问他了，你为什么睡不着？他说马上要考试，他压力很大，这让我心里面非常担心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像我们小时候的话，一般是你在村上有很多小朋友玩，那父母亲几乎是不管你的，只要到吃晚饭的时候叫一声你就可以回来了。那么现在你看都住在小区里面，特别是像我儿子这么大的孩子，几乎是很少会跟那个其他的而且在上海你也知道的，整个节奏非常快。那么我鼓励我们的员工，如果你工作上面遇到不顺心，哪怕是生活上面你遇到很烦躁的事情呢，在湖边坐下来，把心静下来，然后钓个鱼。1 2 1 2 3 hey! 每一天的话24小时有两个黄金时间段，一个早晨跟傍晚。钓鱼人说的吃的比狗还少，然后起的比鸡还早。所以说我们钓鱼人经常会出现就是凌晨2-3点就起床了，然后匆匆忙忙赶到那个地方去钓鱼。外面人感觉到好像是那个这些人怎么觉都不睡了去钓，但事实上钓鱼人呢他乐在其中。这一次正好有幸呢，我到泰国去，正好有个行程也去钓鱼去。学校里面肯定是不能放假了，我也跟我老婆说了，我说请个假吧，但是老婆肯定很反对的。我专门给我儿子写了个请假条，跟老师说我要让他去体验户外的生活，让他更喜欢上生活，老师给批了。有一次晚上比较晚，用那个木鱼，不是木虾，就是钓那个乌贼嘛，就是那个放下去，然后提，感觉有感觉的话就把它摇上来。出去玩的也很高兴，回来的后来呢有一次考试，考的是很不理想，我老婆把我给骂得要命，但是后来呢成绩马上上去了。但是我一直跟我老婆讲没有关系，因为什么呢？我认为就是孩子的这个小时候这个时间段啊，过去了之后就没有了。学习我们都是一辈子的事情嘛。像我呢是从22岁自己都出来开公司了，所以那时候一直忙事业。我家儿子呢几乎就是我老婆带大的，那么我希望多带他去参与一些更极限一点的户外，比如说登山啊这种，或者说穿越森林啊，户外的做一些露营这个东西，练就他的一个野性以及那个抗压能力吧。但是我更希望是他能早一点认识到这个社会的这个残酷的这个竞争。